我把那个东西停到。来把威严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也想瞄姐，我昨天看人家那寒冰姐，不是卡莎姐，寒姐人寒冰那大招，哎呦我瞄姐，咔一下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嗯。我追寻最后退去。这我得过来掺一脚啊！真意外，这。梦幻开局了，沙漏是个啥呀？能玩不？沙漏整个拉克斯，铁男不来中，闪现行，一击给我整个 W 呢，还。还换上路了。你需要重新校正。你以为你玩个远程英雄你就能吃了？你同样你给我别吃。无路可逃。我是黑夜的使人。可没抓到我啊！他怎么都不掉蓝呢？我应该死不了。哎，我怎么死了？能量水平已稳定。这要是个盾就好了。整个小破净化好像没啥用。速度增强装置启动。你给我踹他，踹他！双 buff 来了，双 buff 来了！哎呀，双 buff！ 嗯，双 buff 拿来吧你。我的逻辑如何反应？你给我过去。好定。走，无敌了！已恢复出厂设置。死只狗600块钱。当你切除了人性，剩下的就只有我。杀就杀拉克斯。Hello。你已经被损坏了。点。点滚点上墙，我也不交了。这净化咱就算了，不交了，没啥意义。我早已超越原始的范围，原计划的状态还是不行。我带净化是因为这对面有个日女儿，省得我还得出水银。空一波小线，一会儿回家，回家直接购物。
唯一不好补刀，不是，是我的补刀太垃圾，我没好好补。哎呀，咱要好好补刀还能漏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刀不漏，你看好了啊！什么叫一刀不漏？看着没？这没办法，这红 buff 给烫死了。但是正常是得这么补的，咱也没办法，没招。你的最后一次进化那拉克斯人咋没了呢？不就点个右键吗？补个兵还能不会补？最基础的东西。你说一个宗师王者，他能连补刀他都不会补吗？不可能，只是他不想好好补。我也将你视作威胁。你给我拉克斯上单，这我救不了你，你先干他。哎，然后我来了，点点再点，不扛打，没办法，我过不去了，兄弟，这没蓝了，拉倒吧，拉倒拉倒。算了吧，给我个面子行不行？能给个面子不？他升没升？他没升六，没升六就行。闪现了，追不上啊！打个眼儿来。咱来一首全款盾攻。六级狮子狗，撤！这是想送啊！谢谢你的蓝 buff。假装回家进草丛，等个蓝过来把拉克斯杀了。八十三十，差不了太多，再往前走一步死。好了。跟他打，注意走位。我是这个世界残存的唯一的武器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你看，换人了，这是。你给我上墙，为啥这个没上墙啊？哎呦，这个墙没上去啊！我不能接受。他 E 了是吧？啊，他冲上来了。狂风之力，换人了，换了一个卢仙仙上来。怎么跟沙瓦似的？换人了，我也来。咱俩对个线吧。我的 BGM 需要搞一个。
这啥？点点点点，滚！点点点点滚点点，我操！呀，这波下来双杀，如仙又跑上路去了。我以为他能下去呢。我还是觉得带盾好一点，这净化带的不好，我对线的人他没有控制，就拉克斯有个空，稍微躲一躲。这波上就跟着卢仙打得等个40秒，我的大招跟我的盾弓正好是一块好，也挺猖狂啊。等个30秒先不打啊，他能秒我，我们打不过他。等个7秒钟来，看戏看得挺嗨呀。好了，又没上墙，有点烦。现在我剩下的只有剑。死了，让小兵 A 死了。上塔给他留一层啊，算了，给他拆了得了，不留了。马上14分钟了，他这波可能有 R 啊，我们不着急跟他打，等个8秒钟有大了再跟他打。跑的怎么比我快呢？救人，我靠！好像对面铁男。那边铁男也不飞呀，怎么能有点打不动呢？感觉铁男打不动。正在重新获取目标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我这净化没用，我净化只能躲解他们三个人的技能，或者是解点炎。其他技能我都解不了。
我只能写拉克斯的 Q， 狮子狗的 E， 还有日女的 Q 跟 E， 还有大。我的进化对于那卢仙跟那铁男都没有用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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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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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能让对面给打了呢？先给他抢了呀，看着点吧，看谁能来拿，没有人能来拿呀。我们在这等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人守塔。我要拆塔呢，应该也拆不掉。你看看有没有人。那狮子狗定不上墙。好踢。已经不可能回到模拟信号了。哎，别走！我们先干着日女儿，刘仙死了。BGM 呢？你给我上墙！等一会儿给个舞台啊！先把它停一停。这一个兵也不给了。你要杀我！嗯？嗯？你干啥呢？给我立正！卢仙挺猖狂啊，哈子给我踹他！我点点滚，这可不能越啊！踢的啥玩意儿呢？几个人啊？狮子狗敢跳吗？先跑一走，别着急，让他们先出来。啊！我还没回家出装备呢。1200加2600等于多少呢？纯净版安装倒计时5秒。800+600+3800已经够了。我是黑暗穷人。这四件装备已经可以允许我们1v5了啊，1v5了，已经允许我们可以有个舞台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等一手技能，管个刀锋呀，不就慌呀，干啥呢？
哎呦，我要杀我！我点小兵了，又点小兵了，这都小问题。这个时候就体验出来波浪剑的重要性啊！这不行啊！下一波，等我下一波，我先打个红。BGM 呢？别着急，你不要着急，我可能还差一件装备，我还需要再 farm 一会儿。我把上路塔给他推了，拿个600块，两个人头，回家出件装备。走回家出装备。谁吹波扣啊？圣枪游侠吹波扣，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我来一波1v5，行不行？原计划的谎言是缓慢，行不行？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给你，好，给我。Look at this. 先把高地塔拆了。攻击性子程序开始。等着他们回高地。你就炸一个兵呗。你休想进我的身！哎呦，我好人一生平安！再给个舞台，下一波。BGM 可以停一手，再给个舞台，再给个舞台，我再来一波。你也要舞台了？关键我刚才给人技能打没了呀！哎呦我！这不把他杀了？他也有舞台。你的舞台结束了，该我的了吧？该我的了，你别给我推，你给我走，换你，别换我啊！双舞台。Yeah.